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没了人，什么叫走掉？待几天干什么嘛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要吃又要穿，这个女的没有。所以说我，你跟我，你看你今天一天都没吃饭，你这是干嘛嘛？吃个面包就到了，那随便、啊、何必吗？随便安排什么东西，到让我做一下就行嘛。那我二妹，最好就跟二妹这样子。我问一下我的家人们，如果我的家人们愿意让你留下来，我就留下来；不愿意，你就跟你今天晚上开个宾馆，你明天开个酒店，你明天回去吧，好吧，来直播间五千人，家人们，你们说，把他留下来工作还是让他走？如果觉得让他走的话，扣个一；如果觉得留下来的话，扣个二。好吧，来，我就看一下公屏上一位怎么说呢？我也想听听我家人们的意见，好吧？如果觉得把他留下来工作的话，扣个一；如果说让他走了就扣个二，好吧？让他走了，让他回去的话就扣个二。如果觉得把他留下来在这里工作的话，扣个一，好吧？直播间5300人，马上6000人了，家人们给我一个建议，好吧？在公司工作，那就给他安排个职位，就扣个一；如果觉得让他走了，不要在这里上班，让他走了就扣个二，好吧？这么多家人扣一啊！你们意思，你们都希望他留下来吗？你们都希望他留下来吗？扣一的好多呀，可以的，我不会像以前一样的，我也想改变。你们都希望他留下来在这里上班是吧？直播间7000多人，马上8000人了，你们都希望他留下来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少黑一点，不要动，这些东西你动不得。来，直播间马上8000人了，你们说留下来还是让他走？如果觉得留下来，那就扣个一；如果让他走，就扣个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替大家的意见，好吧？因为确实他既然这么老远的过来，我觉得如果他可改变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我觉得，但是不要摸。好好好。你看你这，他老是去抠我这些猫，这些这个东西你破不得，这一破就是几万米，知道吧？这开玩笑。你一年的工资也不够，我不是骗你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这个东西你破得得吗？你破烂了就。这个什么东西吗？什么东西你不要管，你不要碰就行了，好吧？什么做的？什么做的你不要管，你不要碰。来，我跟你说哦，你这样子，我这边呢，现在粉丝家人们也希望你留下来上班，但是呢，我个人觉得我这里确实真的没有适合你的工作。不是，刚刚那个胖子说不是有个什么叫所长吗？所长可以当一下。所长，你让他，你让，那是菜所的所长，菜所的所长就是管菜所的。但是你这个性格，你来管菜所，到时候你让员工们都不上菜所，这不就，那怎么搞这？你让员工们都不上菜所，那到时候你这个脾气又不好，你这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他说不是厕所所长是干什么的？意思就是扫厕所的。不是扫厕所，管你厕所，就是整个厕所是你出了算，知道吧？我们这菜场很大了。我手底下有多少人？手底下有多少人？家人们，告诉他来，手底下有多少人。就反正你们要上厕所都是经过我的同意嘛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不是啊。问题问题问题，那我们就上不了厕所了。你不是家人们，他当那个扫长，厕所扫长真的不合适。我怕到时候。哦，他脾气又不好，然后又乱搞，在那里他不让员工们上厕所，那这不得麻烦了，这不得把那个员工们都逼急了吗？直播间7000多人，马上8000人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他不让人家员工上厕所，那到时候添麻烦。不是，我现在最后问你一句话，如果说把你留下来到我公司上班，你能不能改变自己？能啊，可以的。你能答应我几个问题吗？谢谢，可以的。不是，不要冒。你这个人，那肯定的。这个公司的东西都是贵重的，你不要冒，不是说跟你开玩笑，真的。你说到时候弄坏了、破坏了，让你赔也不好，不让你赔也不好，知道吧？
真的可以。你留下来，你留下来啊，留下来首先你不能靠近二妹，你做你的工作，二妹，二妹在二妹的岗位，知道了吧？在这里吧，我就在这里吧，这边是吧？可以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啊，你不能对公司的人就是有歪心思，对吧？或者就是说欺负人家，知道吧？第三点就是说公司里面的东西你不能碰，碰不得，知道吧？对。第四点，你跟他们说一下，不要欺负我就行。我看那刚刚我看到那好有几个人看我，感觉怪怪的。我们这里都是有素质的，不会乱欺负你的。只要你做人做事做好，对吧？不会欺负你的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说你自己要那个，还有第四点，这里面要讲卫生，知道吧？这不是在山上，不是在农村，有些东西你要有规有矩的，不要去碰这个摸那个的，知道吧？到时候，而且那些煤孔这个点你还要注意，知道吧？算了算了，我觉得你还是不行。不是我，你都不答应我了，你不可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我刚刚都说谢谢了。我是答应你，我觉得你真的，家人们真的，我怕他到时候。我都说了，你随便给我安排个什么。他在公司，我怕他到时候还要闹，知道吧？啊，你还要让他公司上班呀？不是，粉丝们都说让他留下来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我是家人们，我是怕他到时候添乱，给我添麻烦。你知道我刚刚在外面怎么跟那个？那个物业经理那个保安怎么投着我说不要开除他是吧？他说你跟我这个经理说一下，不要开除我。我就是、啊、我这个事情，我就好好跟他说，哎，我说，大叔啊，你怎么不把这个我跟您说的这个我特意交代了？我说你怎么不把它传给下一代？他说当时他说他比较急。那点一下。知道吗？点这边，对。知不知道他当时他比较急？我也没干啥呀。你没干啥，但是你知不知道保安的职责是什么？如果他干不好，那就不要去干这份工作。你以为工作这么好找？我朋友在里面，我认识这里面的人，让他把我放进来，他不听，我就跑，他又跑不赢我，那我能怪我吗？打电话呀，我们留了小杜的电话。直播间将近6000人，家人们没有关注阿伟的，给阿伟点个关注，给我这个主号点个关注，对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建议，咱们就有些问题解决一下，不解决永远都是问题，好吧？然后呢，这个，怎么说呢？我还是真的想听听家人们的意见啊。你们觉得把他留下来还是让他回去啊？我听80%的人的意见。如果说80%的人都希望他留下来，让他在这里安排一份工作上班，那也可以。如果说大家都觉得不喜欢他，让他走的话，我就让他走。这个权利我交给家人们，好吧？不行啊啊！喂，我不同意啊！就是我，你看我们认识这么久，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你什么。第一。现在物业经理都是对他有意见的，知道吗？如果说他不把这个事情解决，你让他去了，那不是丢我们公司的脸吗？是不是？拿别人说我们不让他进来的人，现在最后还成为了我们公司的员工，那没办法，那我也帮不了你了，知道吗？这个是不可能的。再说了，你今天做事就做得不对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你得罪了那个保安队长业务了，然后公司有公司的规矩，我作为老板，我也不可能去触碰公司的规矩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得罪了公司的人，管理人这些，然后我再去帮你，这样子人家觉得也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啊，对吧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你们真的想让这个黄毛留下来吗？你们如果说想让他留下来的，就对不对？我们绝不扣1，不想让他留下来的，我们绝不扣2。我看一下大家的意见。对，我还是遵守一下大家的意见，但是我的意见是2，我的意见是不能让他留下来，对不对？我又没干啥，就是你没干啥，我说这是城市，这不是乡下，不
不是你为所欲为的，知道吗？我也没干啥呀。但是你影响到了别人的生活，你影响到了保安大叔的生活。如果说把他开除了，他是不是要出去找工作？把他开除了吗？你以为这个事情很小吗？你以为这个事情很小吗？刚刚为什么物业经理都带着两个保安大叔过来了？知道吗？来，再喝一点吧，来，多喝一点，多喝一点。你今天晚上喝个够。你看，没有一个人打一的。你自己看，你现在看嘛，现在看嘛，没有一个人打一的。扣一的是扣一的多还是扣二的多？没有扣一的，不是扣一的多，是没有扣一的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，给主播点个关注哈，然后在那点一下，然后加入一下粉丝团。哎，你来给他交流一下，来，你说。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支狗，一杯酒，一夜，一下子。